真是的。他们说顾月明是孩子，讲的有毛病吗？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怼人真熟练。受伤了，尤其是怼你跟一辉特别熟练。这首歌好久没唱过，我给你们唱一下吧。屏上这帮逗逼打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感谢木头哥。还有欢迎阿里，欢迎阿里，然后还有感谢木头哥，臭的脸红都是为啥？